一组呢，相信他们应该可以追回很多分数，因为上周他们是25分的满分啦。来，我们的三重唱，牟少帅、李广播、蒋一凡。哦，加油啦，好不好？现在会有压力吗？刚刚这个分数一出来，本来是平手的，哈，牟少帅。对，有压力。有压力。对。但是没问题吧？还好，因为上次的分数挺高的，所以有压力。挺高的啊、哦，是吗？好，我们来看跟你们对抗是杜华锦，请出列。在这一站哦，是嗨歌的挑战赛。要嗨之前，我们先来暖个身好了。听说呢，在这个三帅当中呢，李广博会，你会模仿小号是不是？会吹小号是不是？那哪一首歌可以来吹一下？因为我们杜华锦也很厉害。陶子姐的歌。哦，真的。练一首。什么歌？两个要哦，二重奏，小号之独哎，来好，来两位往前一步到正中间，来来来来。哇，想不到小号也可以一背背。你后面的三声很像屁声呢，可是好可爱哦、喔。好，这个独位怎么样？好喜欢 trumpet 跟 trombone、哦。我觉得女生好像那个伸缩喇叭那种感觉。哦、而且怎么样？咬字很清楚。咬字很清楚，在你都听清楚了，非常好。好了，我们暖身够了，接下来的嗨歌，请问这三位帅哥要带来什么歌？找自己。找自己。好，那你一个人要跟他们对抗，你要演唱。鼓声若响，哎呦，现在哪样？你一个人哦，要有那个陈升那种疯狂哦。嗨歌挑战赛，安安队派出实力坚强的三人美声团体，对抗圆圆队的强棒杜华锦。在上次比赛创下满分纪录的三人组，是否就是安安队追回失分的关键呢？下段节目，如白纸一般干净的好嗓音即将现身。你们的声音都是有非常的像白纸一样干净，没有受过很多其他的污染。也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，我们有时光，我何必说。歌声条件最佳的两人，到底谁能在这场比赛占领？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。前两周表现勇夺满分的三人组，这次比赛改变以往抒情歌路，挑战演唱嗨歌。然而到了彩排当天，一向默契很好的三人却出现了这样的状况。是音觉有问题。有，刚好声跟今天收了。刚才你在这边，你收我收片。除了和声无法完美配合，年纪最小的蒋一凡这次更首度独挑大梁，演唱高音 solo， 背负着演出成功与否的关键，一凡能否靠伙伴的支持，再度创下满分的记录吗？摄氏66.6度，快要焚化我的眼珠。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，让水被那雨水冲走，结束这些天的折磨。我们依然变成了宇宙。彩虹下有一棵大树，大树下有一个苹果，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。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，找自己。
啦啦啦的云在哭泣，哇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。不如说我只会胡思乱想，不如说我只会胡思乱想，哇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。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，叫自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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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只会胡思乱想，不如跟我说，我只会妄想，哇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。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艳丽时光。他最后面这个吗？对呀，这是我们最怕的，然后其实怕的事情都会发生。被袁惟仁老师视为队上主将的杜华锦，其实从小在澳洲求学，也因此他的咬字问题一直让队长很担忧。的确有不错的歌唱实力，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被淘汰的话，你会很失落，因为就是快没有字了，快听不到你在唱什么。这次将挑战台语歌曲的华锦，为改善咬字问题，还特地向队中台语最流利的曾志豪请教。哇，好，其实有点瓜的音吗？瓜努力克服咬字障碍的他，是否能靠着这首苦练已久的歌曲，成功带动现场？